我不带水晶瓶了，我决定放弃水晶瓶，来考虑一手多兰盾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我在这儿他妈看不见呢。3w.163.com。给乌布鲁，给眼儿，给蓝眼儿，等于赢。眼儿。帮我打，好的。细节一点，从上面出来啊。让他们以为我们家艾克是红开。这酒桶上路呢，这个 E 啊是能断了我们的 E 的，直接干了，一级他就是个屁，他敢拱我们，我们就直接上去干他。他不放 E， 我们不放 E， 放 E 指定被断啊。除非我能一小兵 E 到他，那可以。其实刚那个药吃的也不太应该，吃快了稍微的，这能 E 到直接就 E 他。这是经验就行了，我估计这个蜘蛛呀没在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行，打野给我点信号了，我就猥琐点，要不然我就干他了，我给打野点面子。他应该要回家了，我估计。不让他回，这样他传送不了，知道吧？如果这边他传去下路了，我们家可能要完。不让他传。好细哦，蓝脸汉。蓝脸汉，尽力了，蓝脸汉，你为团队做的贡献不止一丁半点。刚才这波，
没有让酒桶支援，可以说让队友感受到了爱。点盐干什么？点盐劝退啊。哎，这点不点盐的其实也无所谓了，点个盐试一试能不能劝退一手，万一给他换了呢，这都不一定你知道吧，万一呢。酒桶还把传送给交了，挺好呀。 AP 酒桶啊，这六了不太行啊。360，运气好，没办法。蜘蛛又上来了，算了，送塔吧。怎么办呢？你说，好难受。好难受啊，兄弟，这也太难受了。队友呢？等下一波吧，没事。差了点运气，不过没关系。没事，他拿优势压不住我，没用的。你这不跟我闹你吗，兄弟？那我这兵线我也不能不要了吧？你说我也不能不推过去吧，大哥？哎呦我的天哪！哎，服了又啊！那你说这种兵线他控了我怎么办啊？你说那我也没招啊。这我只能把他推过去啊，谁到了这那怎么只会点信号不会来的吗？这是他也来玩中路。我们现在就这样吧，推完兵线就不打了，这也没办法。
这蜘蛛如果来石头人，我能杀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어려운일없어적을처치했습니다这回杀不了了。실수에서배우는법이지好峡谷先锋还撞我一下，不追了。这酒桶我跟你们说，他一点优势都没有，就这么帮他啊，这蜘蛛，他没有任何的优势。死了应该没死。可以，我那是轮子吗？每次都这么说，不是每次都这么说呀？你自己看啊。有的人帮他有优势，有的人帮他没有优势。这个酒桶就是属于怎么帮都没有优势的那种人。你看他等级，帮了他三回啊，这人等级跟我一边高啊，没有，我比他高一级。算了，不算了，我还比他高一级。然后你得看他装备，这个东西1000多，这个东西800多，这个东西350，加一双鞋。你再看我装备，我马上三项。我说的没毛病吧？他有优势吗？他没有优势，只是给蜘蛛人头有点多了。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打啊。正常线上压制力他都体现不出来，你没发现吗？他每次都是让我打跑了，而不是他过来追我把我给追跑了。潘森可能要入侵我们家红，把红的眼给他拍了。现在我们尽量少跟这酒桶打啊，因为有可能一打就飞潘森，一打就出蜘蛛，就算了，不跟他打了。哎，我跟他吃的经验是一样的，为什么他的等级会跟我一样的呢？刚才我比他高一级。不敢打，等吧。你瞅这多装逼！你瞅这人，你瞅这人多装逼！快走！他跑塔下过来，他在塔下拱我，还拱空了，关键是他还拱空了。
安生肯定在旁边。 这个蜘蛛很有可能会进草丛里边，要蹲我啊！在这里插个眼来。可以，轮着妈，这猫怎么都不给我来一口呢？我收回对轮着妈的偏见。 对不起，轮着妈，我一直以为这个 ADC 卵用都没有，今天他让我见识到了不一样的轮着妈。这个轮着妈牛，可以，轮着妈。 我们下路杀小黄毛。我知道，那左边没视野，肯定得躲一躲。你不能这里头很有可能就有个人，就好有好几个人就往这儿要抓我，你知道吧？ 非常有可能，这种位置千万别往里探草丛，探草丛就一个字死。其实我现在这波线都有点危险，带完就赶紧走。等一下。 再等不急啊，看看对面人在哪儿，先不急。上，上，没办法，我等千等万等，没等出来这蜘蛛，真的等了100年啊！ 蜘蛛最终还是过来了。 没闪就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其实我看见蜘蛛的时候，我都没想闪了，但我又一想，我说我这跑好像也有点费劲，我还是闪了得了。最终我还是闪现了。确实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刚才这个小黄毛啊，他没有闪现的话，我把他杀完以后，蜘蛛都得死。 蜘蛛啊，就蜘蛛这种玩意儿了，还有那包女儿，可喜欢我了。这些英雄可乐意往我这凑了，一整就往我身边凑，这住上路就不走了，整场就看着你。 看你一整盘，你知道吗？你上哪打上哪，没办法。你就满地图找不着蜘蛛的人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看不见，他不从地图上面出现。为什么小法师打不过酒桶啊？
전장의 화신. 한승可能会飞我。 这波支援一下，全死大龙可以拿，拿大龙吧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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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来，轮着妈不没死吗？轮着妈没死，给拿大龙啊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你不拿龙兄弟，扯淡的吗？ 哎，这为啥不拿龙啊？拿龙逼他们过来也行啊。算了，我就不跟这猫上了。两个人上，我估计杀着潘森杀不了，不合适。 上他身上呢，你别老上我身上，上我身上没用。别跟我呀，轮着妈交闪了吗？没交闪还可以啊。哎呦，我好痛。 哇，这轮子吗？nice轮子吗？巴拉巴拉，好不难呐！来小龙啊！ 我想更新装备了，没事，出门回家出门刚好我们可以出点装备。 拿条龙，有眼吗？有眼啊！这里有个眼，中推吗？大龙做视野找机会。 酒桶凭什么带线呢？我就搞不懂了。你是带线很厉害还是咋回事啊，兄弟？这时候来了，队友退中，我傻了，拜拜，走吧。
我让你在这浪费时间，我让你晃。你家酒桶搁下路，蜘蛛又不在，你们这边三打四，我看你们怎么赢。我把你酒桶给你打跑，然后我们打大龙。这不杀，杀了我必死，我告诉你。这怎么办？哎，小法师，回家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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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眼瞅着那蜘蛛往下跑啊，我就眼瞅着那个蜘蛛，用我的眼睛瞅。这波赶过来，他们又全死。这人怎么跑的就能如此之快？咱就搞不懂。我刮痧吧，你就刮痧吧，我有个猫，我还追不上你。把你这小蜘蛛都给你打了，打个红去吧。把下面河蟹收了，差33块钱。晚点我要是谁造辅助我也玩这玩呢，我发现这玩弄是真不爱死，你知道吧？而且这玩弄吧挺恶心呢。先来一个圣杯，再来一个皇冠，最后再来一个杀银书，哎，再来一个干锅。你姥姥的解气。